Nope。感觉假不太死人呢、欸。Nope。熬不人，熬不了人呢、欸。这碰撞好奇怪哦、喔！我刚撞他们软趴趴的、欸，所以这个游戏好像没有办法用侧边攻击了。矿车比较快，是不是？舒适原型车。哎呦，之前是没有这一台 Nathan Cart， 这是 Nathan 的车子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后面做的蛮漂亮的嘛。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好了。先买机票好了，跟我买高级机票，要买多少嘞？3290的话，有加1200，靠腰嘞，那我就要花5000。好啦，我们先购买啦。这是我过年的红包钱啊，直接储在这一单啊，为了帮大家测试一下后面的东西。我老婆现在不在家，我现在趁机快一点。太雅谷蛋几聊，我先储一下，赶快下去，应该不会被锁吧 ？Get， 搞定！感谢大家的赞助，1000的初始等级比较高，购买哦。消防车改个轮胎，这个轮胎看起来很给力哦，喜欢炫炮一点的装备，但是要喷红色的啊。哦，我喜欢这个闪电的，装装装，这个好帅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还可以涂装哎。还变颜色哦，来一个黑色的好了，好像变成警察那个监狱车了，直接变警车啊，笑死！上面感觉换一个炫酷一点，全黑的吗？好啦，全黑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全黑了，黑到底。这个车贴是干嘛的？哦，坐月当然是一个月啊，改个什么颜色嘞？啊，白色就好了。载入我的车贴，然后贴在89这里吗？贴在上面这里好了，好像也只能放这啊，其他地方都被吃掉啊。我的包今天出动了，各位，好啦，就这样啦，开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岁月。本集影片由 Surfshark VPN 赞助播出。对于一个常游玩海外游戏的玩家，选择一个稳定及顺畅的 VPN 是非常重要的。自从我下载 Surfshark VPN 之后，这问题就轻松解决啦。Surfshark 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，一共超过3200多台的伺服器，提供顺畅及稳定的连线品质。不仅如此 ，Surfshark 还有很多功能，像阻断广告、恶意程式、网络钓鱼，让上网更轻松、更安全哦。或是想要收看特定的国家地区才能造访的网站，这时候就需要 Surfshark VPN， 可以很简单透过哪一个地区伺服器连上网，就可以顺畅浏览无法收看的内容。限时优惠，现在点击优惠连结或输入岁月的折扣码岁月0807，就可以获得1.7折的优惠。而且你购买2年的方案还免费加送3个月，而且一个账号还不限装置同步使用，太爽啦！并且还提供30天的退费保证，让你无负担的试好试满。以上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我把优惠讯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。好的，那我们回到本片，我们就继续尬掐吧 ，Go Go Go！ 哎呦，旁边那什么车啊？是熊猫那一张吗？对对，好像是熊猫那一张。哇！有听到那个熊猫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好像在叫的感觉。Nope， 感觉假不太死人呢、欸。弹性推得到吗？太短了吧，抓地吧，好怪哦！这个车速不够，其实脱漂不一定会快啊。说真的，直接说你要分2次甩尾了。现在看一下这个消防车如何？哇，你看我在喷这个，这
这是什么土啊？森林木桶吗？不是，我刚没有仔细看是什么。哎、欸，好像森林木桶、欸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这是什么土啊？这是什么？我跨步哎！啊，精灵那一张哦，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哦，你这样讲我想起来了，就是手游那一张，很讨厌那一张。然后这个是大 U 弯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还好你没有讲，不然我根本就不记得是什么图了。哎、欸，屁啦！我把它推上去，它没开气哎、欸！我靠，这个判断机制也是挺牛的、欸。我撞它，结果我直接死掉。哦，三圈土好烦哦。那碰撞好怪哦。Nope， 熬不人，熬不了人呢、欸。哇，没气了，这张好难跑、啊。这碰撞好奇怪啊！我刚撞他们软趴趴的、欸，我刚刚靠他的侧边没有用哎、欸，所以这个游戏好像没有办法用侧边攻击人了。超难集气啊，主要是车子啊，换车没有比较好啊，因为现在车子都是一般水准，就是换哪一台都差不了太多了，就像是 C1 怎么换就是 C1 的引擎嘛，它现在的概念就是这样。所以感觉不能一直开气、欸、有时候要等一下燃气然后连喷什么的。哎呦我靠，那个怎样撞到那个东西会卡住哎、欸。啊啊啊啊！顾及器没有注意到，哇，好花啊这一张。欸、而且地罩会失灵欸，它的地罩拉回来的感觉有时候会失灵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刚刚拉好几次都失灵了。啊，对哦，它的地罩好像跟之前是一样的，就是不是？等下等下。我知道怎么跑了，我知道怎么跑了。我刚甩了太多不必要的甩尾了。会跑了，会跑了。它地罩会断，它地罩有的时候会拉不太住、欸，哎，要拉很快，不然它有时候会没反应。